天吴磊参加活动，一身绿丝绒西装登场，帅气满分，身材比例十分优越。但这一次为了做造型，吴磊还带了假刘海，看起来十分突兀，反而少了几分少年气。吴磊的脸部在生图中是肉眼可见暴瘦起来，脸的两侧更是形成了天然的阴影，将他的脸上显得更加消瘦起来。西装能够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，而丝绒西装无论是颜色还是面料都十分高贵，内搭黑色的V领针织衫，整身穿搭仅有黑色与深绿色，很有整体感，而且是整身十分高贵又不会过于张扬，丝绒自带高级和光泽感，给人一种贵气而内敛的感觉，加上V领的内搭，整套造型让人觉得很文质彬彬。吴磊五官轮廓立体，高挺的鼻子，坚定的眼神，仅一显贵公子的气质。喜欢就订阅呗。